诸侯们去见天子，已经入了门了，什么情况之下没有办法中礼？孔子曰是，孔子说有四种情况是没有办法中礼的。那四种情况呢？曰太庙火，日食，后之丧，与瞻服失容，则废。他说有四种情况，一种是什么啊？天子的太庙着火了，我们共同去见天子，结果天子的太庙着火了，始祖庙着火了，宗庙着火了，那没有办法行礼，赶快去救火去了。第二个日食，日食为什么无法中礼？日在古代代表太阳，日是阳、哦、日代表太阳，也代表天子，说天无二日嘛、哦、土无二王嘛。那他既然代表太阳，而太阳被这个月亮所遮住了，这代表什么呢？阴侵凌了阳。阴侵凌了阳什么意思啊？臣要凌君呢、啊。哦、小人要欺凌君子，这是天底下要大乱的一个灾象。那么各位会说啦，这个古代很好笑、哦、什么阴凌阳，这是现在的科学解释、哦、就是地球的影子啊，刚好遮到了太阳啊，或月球的影子也会刚好遮到太阳等等啊，都有可能啊，就会产生日食了，对不对？各位对的，科学解释是这样的。但是在天地间，日是代表阳，那这是无可厚非的。那阳气在非正常情况下，不是常态情况下被遮了，正因为有这个天象，也显示凡间会有这样的灾殃，这是同时的。所以不是迷信，只是我们看不懂而已。科学上解释是这样没有错，但是正因为在不是平常的时刻，而这么大的阳光被一个阴气所侵扰，地球上就有很多的阴气滋盛，而阳气所不能治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乱象啊，这包括人啊，包括事啊，包括有形无形啊，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古代就会有很多的祭祀啊，好、哦、来驱赶阴邪啊。所以日食的时候啊，是阴侵阳，刚好大家要去见这么多的诸侯要去见天子，刚好日食代表阴侵夺了阳，那等同于在宣示说我们这些臣是小人了、啊、我们要侵夺了我们的主人的位置了。所以呢不敢再去见他，赶快来自省。后之丧，还有天子的皇后过世，刚好过世，那也没有办法据理啦。好、哦、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要把礼剪下来，因为吉事跟丧事两个不能并拢。要不就是减少丧事的规模，要不减少吉事的规模。但是丧事是人一定要死的啊，无法减损，对不对？那就减少吉事的规模，因为吉事是年年有的，日日都有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死呢一辈子就是一次而已嘛。与瞻服失容，还有呢，譬如说刚好要去见天子，结果呢在殿外刚好倾盆大雨，哇，落汤鸡，也没有雨伞，全身湿哒哒啊，全身湿哒哒，这个仪容很不整齐。这个时候去跪拜天子也是湿了仪容，那就怎么样？就是简单的行礼，赶快去换衣服啊、哦，就不要那么什么大礼啊，要很完整啊，因为很完整，地上都是水了，怎么很完整，对不对？对，则废啊，这几个情况不必东礼，不必全礼，甚至是一点点礼，甚至是全废掉，这就是全变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事有轻重缓急啊，即使天子就在你面前，你没有行礼，太庙失火了，你说太庙失火了，赶快冲着走，都没有行礼，各位，天子也不会怪你啊。哦，即使是你站在天子面前，这个时候忽然有人报说太后过世了，赶快去看看到底什么事，去帮忙，天子也不会怪你。仪容沾湿了，很邋遢，很狼狈，你说很抱歉，我先去整理一下，天子也不会怪你。哦、所以各位，这个古人啊，都是知书达理的啦，都是懂得权变的人啦。如诸侯皆在而日食，则从天子就日。哦、孔子现在就补充说明了。如果诸侯大家都在，刚好发生日食啊，好、哦，则从天子就日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日食的时候怎么办呢？那这个自然有人管这些事情的啦。发生这样的天象，天子应该怎么做？诸侯应该怎么做？好、哦，就有这些典礼这个步骤的设计嘛。那就跟从着天子去就日啦、啊。就日什么意思？日是不用就，这个阴影离开了，不就出来了吗？不是，所做的事情不是救太阳，而是救什么？救阴侵阳。这件事情就是君弱臣强，或者君子弱小人强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社会啊，真的是君子弱小人强的时代啊。那怎么救呢？那就方法很多啦。这个
天子要鸣鼓，在这个涉土那边鸣鼓啊。诸侯呢也要鸣鼓于朝堂上啊，天子鸣鼓于这个涉土，不只有这个祭天祭地，祭地就是在涉土的地方，在涉土那边鸣鼓啊。诸侯呢在朝堂上鸣鼓自责，自己检讨啊。这个就是古代旧日的时候呢，还有鸣爆竹啊，哦，敲锣打鼓啊，驱这个阴邪的意思啊。各位为什么很多拜拜都要放鞭炮？这个放鞭炮不是什么庆祝不庆祝，很多鞭炮其实就是驱阴邪的意思啦。这阴邪之气、张力之气的东西啊，很怕这种阳刚的东西。这个阳刚的爆炸声一起的时候啊，他们就退避退到很远了。等这个阴邪确定退远了之后呢，然后可以办一些这个吉祭啊，都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多半来说，祭祀之前呢，啊，都会有一个鸣炮的动作。各以其方射与其兵。那旧日怎么旧呢？各以其方射。什么其方射呢？东方的国啊，他们就穿青衣，他们所执的就是矛。南方的国家呢，那些诸侯啊，他穿的是红色的，因为南方属红嘛，他拿的武器是鸡。西方呢，西方属金是白色的，西方就穿白色的衣服，他拿的是戈。北方呢，穿的是黑色的衣服，拿的是叉啊，就是这个各方各以其色与其服啊。然后拿着兵器，然后敲锣打鼓去讨这个阴气。那现在的这个很多非洲土著的影片我们还看得到啊，他们都有战舞哦，像我们的这个阿美族啊，这个山地人，他们也都有战舞啊。这个战舞的时候都会怒目撑舌哈，然后呢这个非常彪悍的样子，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要驱赶那些阴邪之气啦。这从古代以来就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流传了很多了这种民俗的舞蹈都跟这些有关的。太庙火则从天子救火啊，如果太庙失火啦，然后赶快去救火啦，不以方射与兵啊，那这个时候就不必去讲究说哪一方的诸侯穿哪一色的衣啊，都不必了啊，也不必拿这个兵戈，通通不必，因为这不是阴邪的而已啊，这个要赶快救火，拿水就可以救火。好，这个就是讲说，虽然见天子是很大的事情，但是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事情。当碰到比这个更大的事情的时候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减少啊，这就是所谓大小先后。曾子问曰：“诸侯相见，宜让入门，不得中礼，废则己。”好，刚刚问天子说，见到天子不得中礼，必须废这个礼的，有几个情况？有四个情况。现在问诸侯，诸侯情况呢更多，有六个情况。说诸侯彼此相见的时候啊，这个大家互相鞠躬揖让，然后呢啊推让，你先进去，我先进去，这样，这个有一定的礼数，但是却没有办法一定的礼数，要把礼数给废了。有几种情况？孔子曰六，有六个情况。好，请问之啊，曾子就说，那请问是哪六种情况呢？曰：天子崩，太庙火，日食，后夫人之丧，与瞻服失容，则废。啊，这六个情况，一个是天子崩了。天子过世，一个是太庙着火了，日食啊是一样的，还有呢，这个后跟夫人之丧，后是天子的太太叫做后啊，皇后，夫人呢是诸侯的这个夫人啊，诸侯的妻叫做夫人啊，天子的妻叫做后，过世了，正妻啊过世了，还有一个情况呢，与瞻服。失容啊，跟刚刚那个情况啊是一样的。好，这几种情况等于是诸侯呢都多了两个情况啦，然后碰到这两个情况呢也不必再据理，这个理呢都可以稍减。曾子问曰：天子长地交射五世之际，伏鬼继承，天子崩，后之丧如之何？那曾子接着问呢，说有关这个天子的长祭啊，长祭是秋天的宗庙祭祀，还有地祭，夏天的宗庙祭祀。有关天子宗庙的长祭、地祭，还有祭天，还有祭地，还有天子的五世之祭啊。五世之祭我们在前面呢有讲过了，五世是什么呢？五世是户、灶、宗六、门跟刑。啊，这是五世这两个字其实是指诸侯啦。那这边天子为什么写五世呢？因为天子是七世啊，那么诸侯呢是五世，大夫呢是三世，那现在是从三世到七世之间举其中，是代表说所有的这个几世几世这个反正都是通称的啦啊，举一个中间
然后连贯上下的意思。这个正在长纪或地纪或交纪或社纪或正在五世之纪的时候，五鬼纪成，五鬼纪成就是说纪器，五鬼是纪器啊，古代装祭品的祭器啊，有符有鬼，这个意思不是符鬼放着了，而是符鬼上面的祭器通通摆好了。天子崩刚好呢，已经所有的祭品都就绪了，人全部就绪了，要祭天祭地祭宗庙，各位他为什么举这个是大祭哦？结果呢，消息传来天子崩了，或者是天子，或者是天子的太太正妻皇后崩了。这消息传来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到底要祭还是不祭呢？啊、哦，各位，这个就是大小先后啊。要我们一般人碰到这个情况，家人噩耗如果传来，你一定势必也在刚好做什么事啊？做这个什么事？到底是做完他再去奔丧，还是马上放下去奔丧呢？这个事情就是有关大小先后啊。啊、哦，孔子曰：“废。”孔子说，碰到天子是最大的，皇后是最大的，这两个如果说碰到说这两个人过世的消息，什么事都先摆下。啊、哦，因为吉伤不能并存呐、啊，各位，所谓吉伤不能并存，于事情是可以并存，于人心没办法并存的。你不可能说你现在丧事，你心里很哀戚，然后对着天你又很高兴，各位，你装不来的，没办法并存。圣人治理作药就是符合人情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被急祭先停止。为什么可以停止？因为急祭不是这次废了之后，以后就不能有啦。是今天没有明天就可以有啦，是这个月没有下个月有，今年没有明年会有。好，曾子问曰：“当祭而日食，太庙火，其祭也如之何？”曾子就接着问下一个问题啦，这些也是都是属于大小先后的抉择。曾子就问说：“当祭而日食，正在祭，当就是正在，正在祭刚好日食，正在祭刚好太庙火，那这个祭祀怎么办？祭进行还是不进行？”孔子曰：“皆祭而已矣，如生至未杀则废。”孔子说皆祭，皆祭什么？一个接一个，很紧凑，叫做接啦。这个程序完马上下一个程序，各位，我们如果正常祭祀的时候，这个程序完我们要等很久，等这个神仙来用贡品啊，不是等很久吗？但是碰到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日食，你正在祭神仙祭天地，天地很大对不对？你正在祭宗庙，宗庙也很大、啊，那当祭而日食，正在日食，赶快快一点快一点，赶快把它祭完，赶快祭完。好啊，如果呢你的这个牺牲还没摆好，都还没杀，那个牺牲牛羊啊都还没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办，则废。所以你要看你进行到什么阶段，你进行到一半赶快把后半段进行完，如果你还没有进行，那现在就可以开始停止，因为日食的时候阴清阳啊可以停止。好，这个太庙火啊，当然是为什么它可以接济，因为这个太庙失火有救火的人啊，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你是一个主持祭祀的人，已经祭到快完毕了，赶快派人救火，然后你那边祭祀呢赶快进行，赶快把它给结束，然后再去关心。各位，这并不是说全部的人在这里祭祀完然后才去救火啊，你去救火的时候已经烧完了对不对？好，你们全部去救火，然后剩下几个必要的人来，赶快我们把祭祀赶快进行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就是轻重缓急。各位，我们比照一下刚刚前面是说天子崩，太后丧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废，直接废了，就没有什么商量的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天子太后的分量是非常重的。那再问到说当祭，正在祭祀，然后日食，好，然后太庙火，这个的分量呢没有天子过世这么样的大，对于国家的影响呢没有这么大，所以呢它的规模可以应变的急促呢不必这么急、哦、可以接济而后呢再去处理这些事情。天子崩，卫兵五世之计不行。好，现在孔子呢还要再做补充说明、哦、怎么补充呢？说天子崩了，卫兵就是还没有兵练，还没有兵练的意思就是还没有放入棺木啊，放入棺木之前你要有小练啊，而后才有大练啊。小练就是穿好了衣服齁、哦、都穿好了，放到棺木里面啊、哦、还有什么被子啊什么的都弄好了，棺木钉起来叫做兵。天子崩还没有真正的兵练，那么五世之祭呢不行啊、哦、那个五世刚刚有前面有讲过啦，户啊灶啊中六啊等等啊。这些祭祀都是属于外神啊。那
在最忙最哀伤最忙的这个时刻，好，这些祭祀可以先停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祭祀是有固定日期的啦，我们就可以先停下来，把这个祭祀呢缓一次，这一次就不要祭了，这个意思。祭宾而祭，跟宾宴过后，这个五祀之神可以再继续进行祭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宾宴过后事情比较少了，哀伤也稍微呢得到了一个喘息呀。因为人的哀伤不可能说每日每日日日时时都是极尽的哀伤，不会的啦。他极尽的哀伤就是刚死的时候，还有要放入棺木的时候非常哀伤的。放入棺木之后，他放在那就停在那，要三个月之后才出殡，古代都是这样的啊。到天子的话还要半年以上呢，才出殡呢。四方诸侯都朝拜过才能够出殡呢。那一般的人呢，就这个十天八天的就可以出殡。如果诸侯大夫之类啊，他三个月之后才出殡，所以他放在那里很久，他的哀伤就会稍减，因为他还没有抬出去，他还是有点安慰，这个棺木还在那里，他还是有点安慰。要出葬的时候要抬出去又会非常哀伤，好像要永别一样，就会非常哀伤。所以你看啊，他这个非常符合人情，正哀伤的时候其他祭祀都不要进行了，稍微缓下来。因为这五祀之神是属于外神，不是自己的神啊，公共的神嘛，所以呢还是要请祭祀，稍微哀伤稍减可以再请祭祀。其祭也，其祭也这边指的是祭五祀啊，思路祭五祀都有一个思，思是什么？思，各位这个思简体跟繁体不一样哦。这个简体的这个思啊，就是尸体的思，但是在这个正体字不是这样的，在繁体字不是这样的，尸体是有另外一个思，是这个思下面还有一个死啊。那如果只有上面的这个思的这个部首就是指什么？祭祀的时候立一个人，假装是神主，那个叫做思哦，就是供众人祭拜的哦。好，祭五祀的时候，代表神主的这个人，他进来了，进来之后要到房子的西南边。为什么？房子西南边就是最清净的地方，人所安息的地方，安顿的地方，古代都是长者居所的地方。那祭祀的时候有一个祭祀的场所，它也是西南方，是最清净的地方。好，就在那，司一进去就在那。三犯不诱，诱就是劝，这个司就代表着神在那边吃饭啊，他人家给他祭祀他就吃饭，吃饭呢吃到三饭，一饭两饭三饭，吃到三饭他就停下来。这个祝司呢就不会再劝他再吃。各位，平常的时候不是这样，平常的时候他三饭的时候呢，他还要一直劝他四饭五饭六饭一直吃，吃到十五饭，最多的是十五饭。好，那么一饭呢大概不是一碗啊，大概是口的意思，或者是几种啊。这个司吃三饭他就停住了，这因为这个时候不是急忌，不是急食，所以呢就不再劝食，就是礼呢要把它给减小一点，规模要减小一点。饮不坐而已矣，饮就是吃完之后呢，这个会喝一口酒，喝一口酒压压食气漱漱口的意思，好，叫做饮。那么不坐就是坐是什么呢？客用酒来回敬主人叫做坐，主人敬客叫做酬，客回敬主人叫做坐，所以叫酬坐酬坐，就是两个人互相敬酒啦。不坐就是呢，这个司喝完了漱口了，他拿着酒敬大家，客呢这个不要再拿酒回敬主人了，就这样而已啦，不要再敬来敬去敬来敬去，叫做应不坐而已矣啊。因为这个时候并不是及时嘛，对不对？自取自于反哭，五祀之祭不行。这个现在在讲这个丧葬的期间，什么时候可以祭祀，什么时候不能祭祀。自取自于反哭，从取就是移灵要去出葬了，灵柩移动要去出葬了，一直到坟封完了，然后呢孝子回到家里面来反哭，回来会很哀伤。为什么？因为顿失依靠啊，灵柩不见了，主人不见了，顿失依靠。这个过程刚好是最奔忙而且是最哀伤的时候，五祀之祭不行。在这个时段里面呢，五祀之祭即使是刚好这个时段呢，那么也要全部停止，不再去进行。那到反哭中间有好几天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回来反哭这中间的时段里面呢，都不能够再进行别的事情。以葬而祭，以葬而祭，好，就已经葬了，反哭兵工反哭过了，那就可以开始行
祭祀，这样算是藏币了，铸币现而已啊。那么已经藏币啦，已经反库也结束啦，这个时候可以再祭这个五事。然后呢，这个一样师进来，然后三犯，三犯之后呢，这个柱呢可以再劝这个师啊继续吃，一直吃，吃到十五犯为止啦。所以他的礼呢，就是等到已经葬完之后呢，他的礼呢就还会再更多一点啊，彼此呢还可以再劝，还可以再劝你，因为人都已经葬了，这个丧葬之事到这里呢已经算是告一个段落了。只是这个劝引之间，旁边那些辅助这些祭祀的这个这些事情的这些帮助的这些人啊，之间不劝引而已啊，但是主跟宾之间有一个劝引。以上这些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事情呢有轻重缓急，有大小先后，而这个轻重缓急、大小先后啊，恩义的深浅啊，又关到我们行事啊，到底是轻还是重？这个就是古代的礼啊。礼记之所以设计啊，之所以它的存在的价值，即使是到现在的这个社会啊，我们待人处事，我们是轻还是重呢？我们是淡还是比较浓厚一点呢？所靠的也就是这个大小先后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